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很多事情啊，我们就是要不是绝对，还是要相对。那相对论啊，大家一听啊，这个爱因斯坦很厉害啊，他自己怎么去解释这个相对论的？他说啊，假如跟这个我们手中握有一个滚烫的东西啊，这个一分钟好像是一个小时一样的那样痛苦的感觉啊，可是你跟你心爱的人坐在旁边的话，一个小时好像一分钟一样啊，所以很多事情那种感觉啊，当然是绝对不是唯一一个主观的一个判定而已，那个相对的一个环境影响很大，我们要认知一件。事情的一个事物的一个大小的时候，有时候你讲一些数字啊，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如果透过那样的一个比较相对它的一个数值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对它的一个大小有更深刻的认知。譬如说我们拿头发的直径是多少，跟红血球的直径是多少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头发的直径是1/4厘米，1/4公分的意思啊，那红血球是1/1公分，所以表示红血球是比我们的头发已经很细哦，头发的直径啊，我们大概有那样的概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头发，所以你对它的直径了解，它其实是蛮这样的一个细的它的这个距离很短的一个状况。可是红血球是它的1/4的状况，红血球是我们的毛发直径的1/4。好，有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相对的。红血球刚刚讲0.01，1/1公分了、啊。好，这个是细菌的一个大小，大约了，不是说是绝对的。细菌的大小是这个的在1/1啊，然后病毒的大小是在这个的这个比它这个后面已经0.00000005公分。那简直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形容啊。那但是啊，我们用相对的概念再给大家看一下的时候，它等于，假如我们把红血球直径比率是一的话，细菌是大概它的1/1啊。红血球已经是我们毛发的1/4的那样的一个大小的时候，细菌是它的1/1，病毒是它2万分之1啊，病毒是红血球的2万分之1，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自然生物界里面，从大到小，这个。恐龙以前多么大，可是那时候就已经有病毒，所以大小之间能够并存在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对这些病毒细菌的一个了解啊，当然更深刻的除了一个数字它的一个具体的大小了解以外，更重要它的一个内涵，它有一些是 OK 的，对我们人类没有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甚至于可能有帮忙的，这个是在所多见的，90%几的细菌都是对人体有益的或者是无害的，只有那么少数的细菌，我们就不要把所有的细菌都视为毒蛇猛兽啊。这个观点，我们要与病毒、与细菌共生息，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观念。不是所有的无菌就是对我们最好，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对这些细菌、病毒的一个了解啊。对我们治病对这些病菌讲起来，我们对它的了解，对我们怎么样治疗这个疾病帮忙会很大。譬如说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以前的这个病里面非常常见，这是结核病。结核病里面它的这个造成的一个影响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晓得是什么造成它的影响，那对于什么对它有什么治疗当然也不知道，所以后续了解它治病的原因原来是结核杆菌。怎么样去治疗结核杆菌，有什么样的药出来以后，这样的一个历史悲剧啊不至于一而再的上演。但是事实上现在每一年台湾也都有上万个人这样的一个结核病的一个病人发现，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要牢记在心的。所以结核病是这样子啊。好，我们再谈一个这个会造成红血球本身的一个病变很厉害，那这个是原虫，它其实也不是病菌，比病菌要大得多的疟原虫，所以它在会寄居在侵犯到我们的红血球，这个就是
疟原虫造成的疟疾啊。好，疟疾我们对它现在的了解也是很深刻，但是还是没有真正可以根治的一个办法，也没有说疫苗可以去防治啊。所以表示人类跟这个细菌病毒之间的那份的一个拉锯啊，还是永远不断在进行。好，疟疾英文叫做 malaria， 这个台语日文那些都是很类似的。malaria 的意思是一个 ma 加一个 area 的意思是空气的意思。骂的意思是坏的，所以当时认为说疟疾是什么造成，不是疟原虫造成，是坏的空气造成的，所以你就要到阳光空气好一点的地方去做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当时啊，要治疗要照顾疟疾的病人很辛苦啊。那当时有一位医师啊，在佛罗里达州啊，19世纪啊1840年左右，有位医师啊叫做约翰戈里，这位医师啊跟这个现代医疗也有点关系啊。他就觉得疟疾这些既然跟空气有关系，那又会发热，是不是有一个能够降低温度的办法？那当然想到就是冰块。它冰块你不要怎么放会比较好呢？他就想到说把这个冰块放到那个病房的上面，然后想办法让它流通的话，会不会对治疗疟疾有帮忙？现在想起来这是180年前的思维啊，很不可思议啊。当时他就这样想。那但是冰块要运夏天到佛罗里达州太困难了，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制冰机。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去想做一个制冰机啊。但是他也去创业，后来是失败啊。这一位约翰戈里医师啊，直到20世纪1902年的时候，这位另外一个影响现代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啊，叫做威利斯凯利啊，凯利，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啊，跟冷气机有关系啊。他的老板叫他去说，你帮我研究一下这些书啊，印好以后它的这个表面都很容易起皱褶，有没有些什么办法？他就想说这个跟潮湿有关系啊，所以他就开始发明，在1902年最后发明出冷气机出来，把潮湿降温度湿度降低温度也降低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开展人类的历史，你看现在天气热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下，几乎空调是无所不在的，竟然到现在也才120年左右的一个历史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更重要要对环境的一个保护啊，要有那样的一个认知啊。现在的问题确实，病人在发冷发烧的时候你给他冰敷是 OK， 发冷的时候你再给他开强的冷气那肯定是不行的。一个7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发冷发烧，而且那种胃寒的情形蛮严重，只要有胃寒又发烧的时候，那个发烧通常都会很高啊，哪里的感染一定要找到，所以超音波一扫就发现这里胆囊这附近这个有问题，所以照这个电脑断层一看这里果真是有一片混沌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横切面来看的时候，这是肝脏里面也有一部分是这样子，这是因为以前肝癌做过治疗以后局部的一个状况。但是最重要的问题点是在这个地方，意思就是在这里总胆管跟胆囊的附近一片混沌的意思啊，所以表示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发炎，它会引起来我们体内的一个反应，事实上是非常剧烈的。那为什么会有它这么厉害的一个发炎的反应啊？所以在进一步发现它有石头卡在总胆管这个地方，所以要进去把这个总胆管里面的这个石头啊，给它想办法用内科的一个方式内视镜的方式可以透过这个是内视镜的一个管子通到那个总胆管开口的那个地方，结果发现里面这个还有黑黑的一大片原来这是什么东西这里面是血块，所以那个除了造成感染以外，它又有出血的情形，所以整个的一个严重度就会加倍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把它做一些处理以后才有办法把这个感染的根源给它除掉。所以当然有胆结石的时候我们能够请跟医师做一个讨论，没有症状但是有高危险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去除掉，不要等到发生严重的这个感染，这个可能造成败血症然后致命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病人为什么他的风险会高很多？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洗肾的病人，所以洗肾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病人，这些简单的一个胆结石就可能引起翻天覆地的这个严重的一个感染，要去对付它其实风险还是蛮大，所以还是要制敌机先能够早一点把这个问题处理掉是比较安全的。感谢你收看，再会。